你这老大个人了，你跟他是不务正经，你去上哪儿去？你说出来我信吗？你还信不信？我都不信，谁能信呢？那你说，挺大小伙撒谎撂屁儿，现在不是不跟你学的吗？你现在嘴里哪有一句实话？你们俩哪有一句实话呀？哎，我没教过他撒谎啊。别赖我啥事儿，这事儿还能赖着我了？你别赖我就行。你俩现在就是你俩就是商量好了。我俩就是蛇鼠一窝。对、啊、对，狼狈为奸。对，你说对。就行鸡鸣狗盗之事。对，你俩以后就这样吧。起来。开心了，满意了？不是，你就承认呗。我告诉你，你用一个谎言去验证了一个谎言，得到的结果还是谎言。你能听懂你就听懂。不是，你看着我身份证呗，到底。我看你什么身份证？我看你身份证啊！我身份证告你八百遍，别提身份证，别提身份证，没完没了的。这儿呢。答案。你的我身份证吗？你答案哪也是我身份证啊？对呀。你俩他妈吵架，拿我身份证吵什么架？我走。有病吧你俩？大哥晚上没上网啊？你他妈兔崽子！